construction plan. You're supposed to follow it when you build. Well, it's more or less the same. Just a little bit different. A little bit different is wrong. Just because it's not collapsing doesn't mean it's right. What do you need an architect for if you're not going to follow the plan? And the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 don't think that... Oh, wait. I sent you a report this morning. Right. We'll talk about it later. Talk to you later, huh? Oh, shut up.笑什么？笑你真麻烦。是真麻烦的吗？过几天我们去圣德。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with this? 别烦了。不过我搞不懂哎，你只不过陪个老佣人回乡下，干嘛拖着我也去啊？同甘共苦嘛。 只是我都不认识他，听说他拜我的爸爸，现在我爸爸叫我保恩。那他是你爸的奶妈喽？没有奶啊，他淑琪，他是处女。我对老处女没兴趣，还是留给你爸爸。好，我叫我爸爸，算账。 Can you imagine a life without sex? Yeah. No one <音>早点上去休息吧。你不上来吗？啊，我今天有点累了。我不累吗？好了，早点休息吧。 大少的女儿小慧啊！你睡在这，这边是洗手间，你可以刷牙、洗脸、洗澡。我刷过牙、洗过澡才出门的。你吃过饭没有啊？我吃饱饭才刷牙的。
你有什么事你告诉我，我照样你去做。嗯。Keep an eye on her and don't let her in my room. Yes, madam. 我不会乱碰你的东西。Hello, hello, hello. Put down, go out. 你的英文不错。我在老外那边做过事。Hello, 还拦不倒我。明天我叫烂你带你买东西。这一次你回去是养老吧。你不用怕我再来烦你。嘿，你刚才好狠哦，那么用力的给他亲下去啊。那个男人好像没有反应呢。偷看是不对的。那是大马路边呢。那你也不用把脸贴住玻璃，很过分。嗨，谁叫你不开灯啊？我看不清楚吗？你们认识多久了？两三年了吧？终于就嫁给他了？我还有事。你对男人很有兴趣，为什么自述呢？是一辈子的事，你可要想清楚哦。一叔福，二叔寿，三叔自在，四叔清白，五叔艰辛，六叔金兰姐妹相爱，七叔大吉大利，三叔自在，四叔清白，五叔艰辛，六叔金兰姐妹相爱，七叔大吉大利，八叔无难无灾。你一定不会后悔的，看。叫的，是我自己要把女儿带回去的。我不要嫁给他。闭嘴，没出息。钱给我家老
让他去。这怎么行？行，还钱呀！别求我呀，求他去，求他去！嗨嗨，还钱！孩子，妈求你，跟他们去。想救爷认个错，你的命运就是这样了，孩子。死啊！有种的，现在就死啊！少他妈浪费我们时间！哎，哎，这里够不够？我就这么一点点啊。钱，钱，你会有好多钱，你看，还是好人多呀。四十六，还有多了。这回你有钱，可以向你们老爷交代了。哎，一欢已经自输了，你们再不离开，我可真要报官了。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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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官，报官，走吧，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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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哎，钱还有多，把身上的给我。哎，你刚刚为什么不去吃饭？不行，我听说了老板他们同台风里回来，不知道什么样子的狐狸精。还有呢？就这个样子，湿哒哒的，有什么好看？我就喜欢这里的味道。到上面，辛苦你。老板，老板，您的电报。哪的？我也不太清楚。不管。哎，你去嘛，正经事要紧的，去不去？啊？马上。你说的对，大少奶奶收买了管工，特意把大少爷引开了。那大少奶奶随时就会出现了。这个女人真不知死。都是在妓院过的夜，不少女人以为这样就可以绑住他，到头来上吊的倒有几个，是吗？你老公在我面前可是要生要死的。
你说要什么条件？就这间私厂吧。什么？我们怎么算打人了？还打人？打人！大三，好气！老板，快去回来！告诉你，你不会得宠太久。我老公很花心的，太太都娶了七个，我会是第八个。好，好。哎，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们是助理，对啊，这打人也闹事。啊，你不想结婚呢？我还没有心理准备吗？哎，你不喜欢我了。喜欢就结婚啦！啊，我越看越喜欢。夏冬进来。哎，我明天还得到顺德去，不用那么急吧？对，过几天可能给人买了。到时候再说吧。什么问题？有什么事你不怕说我？嘿，老慧，老慧，我喜欢上别人了。说什么？我没办法控制自己。阿慧，Where is she? Oh, yes. She today go up the man. Oh, yes. Yes, 什么啊？ Oh, yes.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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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Hey, office telephone number 给我啊。Oh,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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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Call police, call police. No. Yes, no. Yes, yes, yes. No. Hey. No. 到哪里去了？我们都要报警了。No. 我们可以出发了吧？不去了。那怎么行啊？我们说好的。我病了。哈哈，我看你啊，得的是心病啊。嗨，谁？嗨，奶奶。What do you want? You're returning the keys? 啊，我给你送船票来了。哦。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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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们去广州不坐船，退票退票，我们是坐火车的嘛哈。不去，哪里都不去。哎，你答应你爸爸的。Yes, leave me alone。如果你喜欢去西路，到选择以后我们一起去哈。你给我一点时间，我想一个人静静的把事情想清楚。
一点，没多点。哦，还有你要看的球赛，我叫周周买了飞，买了票，还有，我在这里等你啊。I love you. Hey, 假装温柔是没有用的。你不要整天的教训我。谈过你恋爱吗？你知道男人想什么吗？你自己想清楚啊，没有人要管买了烫发师傅把我搞成这样，就是不想我陪耀中去看龙舟，要怎么办？你来帮我。都说不用还了，来，坐下，坐下。这对耳环是我卖身前我娘送给我的，我答应过自己要把它送给第一个对我好的人。对你有没有挂念啊？做女人有什么选择？只求找到一个好归宿。我看得出来陈老板对你很好哦。耀宗，我只是第八个，还有第九个、第十个随时都会出现。我只想在第九个、第十个来之前，在这里有一点地位。哼，你不要叹气嘛，你看你自己长得那么标致，当自梳你不觉得可惜吗？因为要我嫁给不喜欢的人，不如有没有心上人？是谁呀？啊，我还有点事没做，我先走了。老大，这位是老二，这位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这老七，这位是老八。你好，幸会幸会。我们请船上坐，请。
哎，陈老板，我想那边的船可能比较紧，要不要请八姨太？啊，好，玉环，来，跟我一块坐，来，请。在这里等你，就这样说定他跟我来之前说，
每男一步就被人家抢走一步啊，我年纪大把了，我要去乡下等死，欺负我啦，没有天理啊。你慢慢来慢慢来，等了多长时间了？好，我等了很久很久。那个小蔡，你给他联系一下。老太太，你别着急，我们跟你联络，好吗？老太太，一路顺风。您真是好人呐、啊，民警先生，谢谢您了、啊，再见，谢谢，再见。去撒面。是你叫我自己叫计程车的。你怎么可以这样？他们是你自己不懂得变通吗？遇到事情只会生气，人呐要看开一点，看远一点，又不是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又不是只有一台计程车。我不是喜欢每一台，这次跟陈队长谈生意，带着他不怎么好。带着他帮我梳头啊，要不然我不去了。哎，那怎么成？那个女人在旁边，你不想了？哎，你不是有七个女人吗？只有你最得体。如果这次谈成功了，家里头那些老的就不会说我只会靠妇婴。其实我说呀，你根本就不用靠他们，我相信我的眼光。是我见过的人当中跳得最好的。他之所以跳得这么好，完全是因为穿了我们永和庄的丝绸。啊，其实我是说，我们丝厂的特色就是大部分的女工都是自梳女。听说处女骚出来的丝特别好。我还没有决定订购多少丝绸，小夫人不如上楼休息，我和陈老板谈点生意。你在想什么？啊，你跳舞跳得很好看的，是吗？来，我们来跳舞。我不会的，我来教你啊。你做男人，你做女人。嗯，拍子是这样的，一二三，蹦恰恰恰，蹦恰恰，我来试一下。跳得很好啊。
从来没有跳过舞的。哎，这房子好漂亮啊，这里好大啊。对呀、啊、不过冷清清的。陈老板嘞，
因为他身体不太好，我们跟他商量过了，还是安排他坐船直接到顺德比较好。他身体怎么了？您放心好了，一路上都有人照顾他。那为什么不早点通知呢？让我白走了，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呢？对不起啊。对不起，不舒服了还要他坐船。粗心大意。很久吗？你知道这里以前是什么地方吗？应该是有钱人住的地方，是一个军阀的司令部。我来过一次，我记得那年广州大雨成灾，我也在场，好惨。广州死了500个人呢，下场雨都死那么多人，真惨。不如捐点钱赈灾，说不定啊还可以上报纸呢。对呀、啊，倒也是。哎，是说广州那边死了很多人吗？怎么他还没死、啊？每天躺在床上，能淋得着雨吗？不是说这里死了七头猪吗？原来不是真的。你说什么？我说这么多畜生死，怎么你还没死啊？小钟，小钟，男人，我帮你谈好生意了。谈生意？谈什么生意啊？出川了。只不过是垫垫枕头而已。啊！这一番是我替耀中打你，你丢他的脸，你说他戴绿帽子，万一给你说中了，他可能心甘情愿的成为龟公啊。万一说不中的话，他会恨你。何止是你去垫枕头，垫脚底板都有可能，是吗？我13岁出来卖身。看遍所有的门，老的少的，高的矮的，就算再来几个也无所谓。本来以为可以上岸乘凉了，没想到我只是上了另外一条贼船。富哥，您上去拿东西。站住！你当陈家是什么地方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就算你要走，也不可以拿陈家一毛钱。你这条链子很漂亮哈。我今天做了一件大买卖，从此陈家是不是可以全家富贵？这算什么？好了，吃饭吧，吃饭吧。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这个地方啊？我们听你的话，没动过这间屋子。这间旧屋保存得很好。这不是祖屋，这是姑婆屋，姑婆买的。行，把房子交给我，我可以细致到有心思又能保持外貌。你是搞建筑设计的，哪天咱们聊聊。我也想办个建筑公司，盖些新潮点的，看看咱们该怎么合作。我的，喂，我正跟香港的建筑设计师吃饭，人家可厉害了，过一阵子还要跟我合作。就这样吧，来吃。来，别客气啊，慢一点啊，忘了孝敬你了。来，小意思，收下吧，收下。哎，不好，拿着，拿着，拿着，收下。这些年呢，还赚了不少钱呢，是吧？拿着，拿着，还买了几瓶酒，孝敬你。
会喝啊。你说你会喝，那是客气嘛，他们要给我钱我也说不要的，结果钱还不是装了我口袋。你呀瞒不过我的，你是借酒浇愁，自己放不下，假装没事也解决不了问题的。对，我都知道四年的不是白过的，我真的怀疑我是不是应该温柔点，多迁就他些，男人都喜欢女人听他的话，为什么我不早点做。光改变自己是没有用的。如果我们可以重新来过，我可以不工作，没钱，什么都不怕。我劝我，I'd give anything.理智一点好不好？你要交换，要人家肯跟你换。你不想他走，要他的脚肯听你的话跟你走。相爱相爱，爱是相互的。他爱过我，爱会变的。好了没？好了没？哎呀，来不及了啦！我都救你了，好了好了。喂，好痒哦！好了好了好了。哎，其实我真的搞不懂哎，自梳不是梳起来不嫁了吗？干嘛还要嫁人呢？这叫满门口，死了没有门口，就会变成孤魂野鬼了。那我死了以后就不会变成孤魂野鬼了。其实我都无所谓，反正现在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好。陈家给我的钱也够我下半辈子用，死了以后会怎样，到死了以后再说吧。你不要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了。你呀，那么多顾忌，怪不得他们找你做陪嫁了。到了那边要小心点哦。行。哎，我明天再来看你啊。哎，他们还有没有给你脸色看，跟你说难听的话，你还是不要来了。我又不是来看他们的，比你那些无聊的人。嗯。哎哎哎，还是稳当一点好啊。都是用双线缝的，蛋宝你多大的力气，哎，扯都扯不断了。你全给蒙住了，怎么去大小便呀？哎，你真犯天不知。
子淑女，最忌男生。嗯，要是娶了男家，千万别提东西。嗯，磕水也不行的，知道吗？那你不饿死呀？多吃几颗顶肚子饿。你总之啊，你要循规蹈矩回来呀、啊、所有的风口我们都是要检查的、哦、对，要检查的。哎你看我手指刚到99。撒子天下臭男人。哎呀，我也要。哎呀，快点快点，咱们去看看。是啊，新娘子。不要了，看新娘子，看新娘子。不用背。是啊，是。哎，好了好了，开开关。哎，怎么还不出去？呀，你娶了个男人啊，这陪嫁都不错，不如换换嘛。哎，你们通通给我滚出去，滚出去。你凭什么？这是王家的地方。是我出钱买王家门口，要是没有我，这个房子早就抵押出去，你们还可以在这里发疯啊！你们这批姑婆才发疯呢，生的时候就恨我们男人，死后又怕没人替你上香，以为出钱帮我们买个妾就可以帮你生，要儿子送终就自己生。对，自己生吧。出去，出去。早一句吧。好，给你面子，我们一起喝一杯吧。走走。哎，我们喝酒。剪刀，开我。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喝酒，喝酒，喝酒。走开呀，走开呀。走开！走开！没事，走开！住手！楚之，你现在用女人钱就袒护女人，还不快叫她声妈？住手！干什么？干什么？你出去干什么？干什么？你出去干什么？放开我！走，咱们喝酒去。走开！走，出去！出去！我打死你！啊！走！放手！你们干什么？都给我出去！告诉你娘去！走！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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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呀你们啊？他们没教养，孙媳妇儿，你别见怪啊！嗯，走，走，早点休息。花钱卖出售，早点回家就好了。哎，一宽，睡吧。啊，睡吧。
你还记不记得那盏雨灯？我答应过送给你，一直就放在房里头，只想有一天能够亲手交给你。我真有用，连从小到大喜欢的人都留不住。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忘记你，每一天都想看见你。你没吹牛，这衣服跟昨天一样没开。哎，你不是有剪刀吗？你还怕什么呢？我剪完了找几脚，把它留在床上了。昨天晚上肯定发生了很多事儿，你看，把衣服裂成这样了。他一定是怕他睡不着。哎，一光，我迷迷糊糊，好像。这里出去过，你去哪？啊？去哪？我知道，去茅坑。啊？去茅坑吗？你这衣服还没剪，就是啊，我给你剪开啊！我两天没去了。哎，我给你剪开，再去呀！哎，等等啊！先吃点东西吧，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酸瓜，让你解暑的。哎，对了，阿焕说你昨天晚上出去什么的，会很危险吗？我两天没吃东西了，肚子好饿。嗯，好好吃。你的衣服怎么了？没事。你让我看一下，没事，你让我看看，没事。靠，没事，我亲手帮你缝纹的，除非给人家扯开了。没事。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你到底去了哪里呀、啊？一光，什么事？啊？焕姐，我不小心滑倒了，你帮我拿点药油好吗？这里是很清静的地方，你小心点哦。自愿的，
谁？你干嘛这么傻？你英俊的书，你怎么可以跟男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你应该明白男女之间的事。你知道不知道？如果给人家知道，你会没命的。我不管了，我喜欢他。那我怎么办？你只管祝福我吧。在家里又方便又省钱。有没有留银呢？啊，请等一下，谢谢。Hi, it's me. 连他爸爸姓什么都不知道了，他爸爸姓刘。真的？嗯。那个哥哥好帅哦。帅哥没良心的。老魏，你请这里。去纽约了。我听不懂。Okay. I'm flying to New York tomorrow with her.
跟你有个交代，才来找你的。No, you cannot be with me. No. Okay. All right. Okay. I'll give you two. A week. No, I don't understand. A month at the most. I'm going to marry her.有了，我们走吧，去香港，去南洋，去多远也行，总之如果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没在鱼塘，我等于没有伤手，你叫我去哪里都难。一定会被处死，没了，什么都没了，我还有家里，还有日子。厉害了你。算了，我自己会想办法。一宽，爸爸说整天说今天到那艘船沉了吗？你不知道他们有多紧张啊。
我知道他和爷爷去了医院。老板，哎，给我来碗鱼腥酒。好。一欢，来了来了。钱的不会，没事。你生气有什么用？光顾的人少，吃霸王餐的人多。鬼子又不时放炸弹，我看了这里是待不下去。我们能去哪？与其到处逃难，我宁愿留在这里。我提手去。你自个儿去钻吧。原来你来了广州。你家里那七条猪呢？是常跟着你的吗？大的那只发猪瘟死了，其余的六只还在猪圈里面。我刚刚辛辛苦苦的买了两张去美国的船票，正犯愁不知道带谁去，现在我不用还你。你以为我还会跟你吗？日本鬼子快打过来了，广州随时会沦陷，你是个聪明人，应该懂得替自个打算。船后天就开，你应该听过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就算保住性命也是生不如死。我什么时候接你？船上班吧。不管去哪里，他都可以保佑你。李欢，你要答应我，上船以后别再回头，不用担心我。李欢，没有你我是不会走的。我不要你为我死，日本人快要打过来了。如果这张船票是你那么伤心的话，我情愿放弃，你不怕？如果一定要走，我会让你走。没有你，我也不要走。我们每人一半，大家都不要走。你看，这都不像一半啊。嗨，看起来好像两张。不如我们一起走，我们试一试。Thank you.
不怕。是易欢，我大姐。那他是？他是易欢。易欢说，一天找不到大姐的尸体，就一天不相信大姐死了。就这样，我们一边逃难，一边打听他的消息。后来他知道我们生活不好，就将常寄钱上来。就这样，我们都把他当成大姐了。找不到哎，船是不是沉了？找不到尸体？不会的，不会的。可能大姐没有坐这条船，也没有受伤，所以不在这儿。要是真的出事了，民警会告诉我们。对对对，没事，没事。我先到码头去看看啊。你们回家等消息啊。没事，怎么多年你都相信他没死，现在更加不可以灰心。没事，真没事。为什么你叫自己易欢？姐妹都听我把易欢的名字挂在嘴边，所以就叫我易欢呢。他们叫一叫了几十年，其实我真的希望易欢生，我死。你是易欢吗？我是望城啊，听说你从上港回来了，你还认得我吗？是我啊，望城啊。你连声音都变了。什么都变了，我连鱼塘都卖了。卖鱼塘？望城吗？不比，走。希望你星星。
喜欢。这次还是生蚝包，我到外面再买一点。没事。这会跑到哪里去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见到他呢？是这班车吗？是的，明知怕坐船，所以改成火车。不知又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先回去，再打听他的消息。对，没事。走吧。好，走吧。没事吧？没事。他吗？我也不大认得出来。你是玉环吗？他在车上一起讲起你，我在边上休息一会，有事请找我。Thank you.